咱个会长那边来庆祝个父亲节活动，唔知咱处理到小朋友出来好点未？那伊处理个小朋友用幼儿班国小用准备表演个活动，要来庆祝爸爸。第一个活动是咱处理幼儿班个学生，伊要献唱个诗歌是《预备稳定真正歌》。Yeah.
遐，过来第二个练习是咱助理的国小部的学生，因第一个表演是家己的建造，因建造的歌曲是一生荣耀而乐。第二首因的诗歌献唱，因所要唱的诗歌是爸爸妈妈的爱。咱即届国小部学生因真特别，因今仔日的表演对抒情到家己的建造，拢是由咱小朋友起来担任。
就咱的细囝来求婚姻。